近日，张靓颖一身潮装现身机场，只见她墨镜遮面，颜色红润，看上去气色不错。当天，张靓颖身穿一件黑色棒球服，内搭印花卫衣，下穿紧身牛仔裤，脚踩小白球鞋，脖子间的超克搭配更凸显出她不羁的个性。她一路前行，一言不发，大走高冷女神路线，只在最后与粉丝告别时才破冰，露出甜美笑容。随行的还有张靓颖的老公冯轲，冯轲头戴懒人帽，同样墨镜遮面，一路任劳任怨。负责推着行李联系接机车辆，还真是24孝的老公镜头呢。早前冯轲因为被爆出未把财产转移给张靓颖而惹出舆论风波，随后冯轲发微博晒出股东信息澄清，如今两人一起现身，看上去心情不错，看来两人感情也是没有受这些俗事影响呢。这世界很酷。